给予学生的机会，违规打开无线路由器，结果信号被对方破解，差点造成锅盖头全军覆没。锅盖头的精神，就是一切从实战出发，而背叛，绝不可原谅。这。 是我作为锅盖头曾经的副队长，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。我走了，拳击场上见。 知道别人怎么说你吧，说你不把自家人当兄弟，你觉得呢？行，我用这个来回答你。 在这打架斗殴，不嫌丢人啊？还带兵呢，就这样给自己手下干部战士做示范啊？丢不丢人啊？给我滚！潘岩，赶紧去卫生所上点药，要不然你手下的兵怎么看你？ 张琴，到，过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是。潘野性子倔，我想着你能冷静点，可你也这德行啊！那也不能让人一直冷静嘛。好，难得见你发挥脾气，我倒是挺高兴的。有点二杆子劲儿，你快跟潘野一个臭德行了。 下面的事儿，你给我听好了。调查组给出了初步结论，认为你好大喜功，个人英雄主义严重，啊，这些形容词儿我就不一一说了。总之，在知更鸟数据终端，实在训练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建议取消锅盖头队长职务，停职反省。书面处理意见还没下来。鉴于锅盖头不能没有军事主观，近期。 我会派一名副队长过去。是，服从组织安排。怎么着？一句服从组织安排就完了？这不像是你啊！我跟你说，这件事的关键在哪儿，你心里边更清楚。调查组是不是冤枉你了？
你应该更清楚。如果你是被冤枉的，那就想办法自己澄清；如果是你自己的责任，就踏踏实实给我背起来。你现在还是队长，过些天副队长来了，别给我掉脸子啊！听见没有？是。 去吧，政委。我知道，我必须服从命令。但是，说心里话，我真的不想去锅盖头。 但是，跟他一起干，我心里憋得慌。马能先，到。这越是优秀的人，身边的流言蜚语就越多。好好的一个人，能给说成妖怪。张启这个人怎么样？我希望你用心去看，不要用耳朵去听。另外，张启现在面前横着一难，我也不清楚他能不能过这一关。你作为副队长，现在就要肩负起队长的责任。 我就一句啊，好好干吧，这是个机会。是，服从命令。你能不能干脆点？是，请政委放心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去吧。另外啊，锅盖头的原训练计划从下周起终止。嗯，